高端局地窖到底有多重要？实战告诉你真正的翻盘神器。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泰。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对地窖的一些这个针对玩法啊。那么我们这把的话，看到啊，我这边的话死在椅子上，然后但是这把是个邦邦，邦邦这个角色啊，现在这个版本真的邦邦特别多，然后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如何走地窖。那这把佣兵被抡了一下，我们快挣扎，马上下来了。哎呦喂，哎，但是还挂上椅子了啊。就邦邦啊，这种角色很多，然后会导致是说我们不得不往平局方向，然后不得不去争这个地窖。那这边话直接开机，哇，直接大胆开机，然后赶快帮忙牵着队友吸过来，吸一下啊！这边话我们看太阳开门战吃的很多，就很 nice 啊，就随便的牵制。那这边话哦，再弹开来，然后我们只要拖时间就行了。哎，这边的话，这个队友爆地窖啊，如果说队友飞天的话，就让他用这个联觉模式给你爆地窖，那地窖非常非常关键。那这个磁铁的话就不到地窖，因为我们要留这个磁铁。就是你要等一会儿，这个磁铁的话我们留着，就是说要走地窖，地窖在人皇，那么就要注意一下。这边的话传小门，然后队友报点说小门没有人，那么赶快去勾引一下，就露出个头来告诉他，哎呀哈，你这个邦邦大笨蛋，万一找不到别人了，只能找到我。那么好，没错，来吧，邦邦，翻版加速进医院。这位置的话，我们直接转点去人皇的话，非常非常危险。那么我们就需要转点进医院，进个两圈再说。留个磁铁，把它吸过来。哦呦，但是这边的话点错了，哎呦，这个弹道，哎呦，好像有点失误啊，我玩的是真好啊，哈哈。那这边的话看一下啊。翻到后面来直接盖板哦，这边堵他，因为这边的话飞龙如果说盲目交了，我感觉会吃到，本来这距离应该够啊。那么这边的话只要是盖完板子踩板，然后他前面船都交过了，那么直接走过来就行了。那丢个磁铁，哦呦，还能把它吸一下。但是好像我们走过来之后发现正好电机加速出来了，哦呦，那我们直接走贴街道，哦，这个又会抓这跳机架。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把，这一把的话呜呼也就是病患啊，病患队帮帮，那这边的话队友去救人，这种情况电机压好了，又是古董商死了，没错，这是同一天晚上打的啊，这个古董商跟我一起排一直在死啊。那这边的话队友这个屠夫啊，屠夫没有去这个守电机，反而来杀我们，我们稍微这种情况的话，稍微这种情况下就等队友救我下来，或者说等这个我心跳走再开这个电机啊。因为屠夫虽然说来扎我，但是我们要确保就是说来真正杀我的时候再过来，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才能够走地窖，然后地窖的大推，然后我们病患这个三个钩子开门战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啊。那么这边只需要不停甩钩子就行了，然后翻白加速到这边的话大推有地窖，但是我不打算走了，因为感觉门能走门能开的话，那我们直接走门。哎，这边的话他技能交过了，然后我们再找角度，哎，这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钩子啊，这几波其实都是实战钩子啊，我感觉我的钩子玩的不好，但是这种简单的钩子还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是只要瞄准就勾了啊。然后我们走进来，哎，这边没有杀我，他是发现先知的话门已经打开了，那么我们赶快踏下地窖，再瞄准啊，一直蓄力瞄准，找这种高的树啊，你千万不要瞄地上啊，像瞄这地上的话非常非常慢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看没有，我们瞄地上，哦，这个就是说比较矮哦，不过也是可以的哦。好，这样的话就成功又赢下了这一把啊，带古董商再一次起飞。好，这一波的话博士开门战啊，大家来学习一下。这边的话队友就是说三瓜死先知，三瓜死那我们直接开机就点门，然后这时候点门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博士大概率会传送，所以说前锋来的话我们就让前锋点门啊，因为前锋的话有很多球。那这边的话先知死了，哎，这先知是个路人啊，就有点阴间的啊，前锋是我的队友，然后我们就哎，这前锋，哦呦，这个操作也很丑陋啊。那么我们赶快稍微勾引一下这个先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应该爬不是摸，因为他摸肯定摸不起来，他爬的话说不定爬到我们队友旁边的话还是能够把他按住他的棺材板啊。那这边的话，哎呦喂，哦，吓我一跳，要飞轮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拖前锋自起，然后我们不要死在门口，不要死在脸上，这波前锋自起的话他有可能会杀前锋，所以的话然后我也倒过一次地，那么所以说话一定要注意，我们倒地的基本上跟死了一样。我们这边话一直拉走，然后这边话我感觉屠夫可能会杀这个，哎呦喂，打我一刀啊，那么就吃一刀好了，屠夫看会不会杀这个前锋，有可能啊。然后我们绕一下，然后最后这边的话邮差给我送了个地窖信，哇，这个地窖信非常的关键啊，我们躲一下。哎，这边我以为这个博士会守门啊，结果没有，实际上死杀我啊，他估计想平局了，那怎么可能呢，看好我们这波操作，有猴子就猴啊，一直猴，然后躲着冲刺躲一下，哎，绕两圈然后再顶一下，然后哎怎么样，翻板加速，哎，这边猴子猴不出来，这个翻板加速非常的关键，看到没有，爬这非常非常快，没有这波翻板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走不了这地窖，所以说我们临死前一定要翻板加速，然后的话爬过来，哦，地窖就赢了，哦，又赢咯，哟，博士真牛啊。好，需要视频的话可以帮点赞哦，谢谢你们。